各位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真冷哈。大家穿较少咧，啊，保温包吼，好好啊。那我拢该下伫心脏部位啦，因为我想讲火力老吼，会把这热气带到规身躯安尼吼。这我是个人的这想法啦哈。好啊，下暗配到较少哈。那么因为今仔时间有较短吼，我这本来爱两点钟甲讲的，我可能爱小速度加较紧的哈。啊，这是大概我今仔要讲的有十一点啦哈。好，啊，咱来个。我先阁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咱台湾的平埔族，台湾的原住民啦哈，平埔族、马卡道族，哦，马英九卡在平交道那一族啊 ，OK， 火车来一撞就，哎，直接叫你讲哎，啊，我姓潘，就是住在水边的帆。那么我本身从党外时期啊，我就对台湾的前途啊蛮有兴趣的哈。我说奇怪了，怎么在管我们的啊？从小时候校长都是和国中都是中国人，都讲北京话，而且很多都他们讲的会有的会卷舌，有的讲的那个乡音很重，我都听不懂啊。包括像我在读高工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去教电子学，他教我变压器，他怎么说？他说变压器，有几个人听得懂？啊，另外一个他讲说井口固，井口固是什么？真空管呐、啊。嗯，你说这一科怎么会？我们怎么会读得好啊？真的是误人子弟。好 ，OK。所以当兵的时候，辅导长一直要我要加入国民党，我都不要。好，所以我是天生的，就是天生反对党。那么民进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党外杂志，好，像《美丽岛》杂志啊，好，九十年代那个像郑南榕他发行的哈，出版的。那时候要买这些书，经常是你要跟旧书摊老板很熟，啊，一去就说，哪一期有没有出版？他都要先看你一下，认识的，他才另外从隐秘的地方拿出来给你。那如果那一期被禁哦，那一期的杂志特别好卖，你越禁，大家越想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被禁啊？所以很好玩啊。那么后来民进党成立，我马上就加入。可是那时候白色恐怖的那个阴影都还在大家的心里哈。而且那时候我小孩子刚生，朋友就说：“你发神经啊？啊，你是无囝准备要给人嫁人娶哦？你用哪一关啊？”哈，以前那个那种恐惧的那个阴影，大家都还在哈。可是我不管了，我讲，我就直接就加入哈，所以我是算是资深的民进党党员哈。啊，可是民进党那个施明德跟许信良当主席的时候，好，一个要跟人家喝和解咖啡，一个要大胆西进，哦，我就心里很不高兴。施明德，你要跟人家喝和解咖啡，你要看。杀我们的那些台湾的精英啊，在二八事件杀我们台湾人的精英3万人，那些都是日本政府花了50年才培养出来的，就被有计划的屠杀。对方没有跟我们道歉，也没有给我们赔偿。后来是李登辉是用补偿的名义，补偿就代表他们不承认他们有犯罪，杀人是犯罪的啊。而且是拿我们台湾人自己缴的税金的钱去补偿给那些二八受害者，所以
那大胆激进的许信良是要把我们台湾的资金、技术，好，还有管理的人员都要往中国去帮他们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然后发展的一些产业，销一些那个产品回来打我们台湾，或者在国际市场跟我们台湾的产品来竞争，好，来打压台湾的产品，所以台湾人会。现在失业率会那么高，就是从那个大胆吸金开始啊，所以这两个党主席当党主席的时候，我就等于说离开民进党，没有去办退党，但是就是已经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啊。OK， 那么期间有发现，哎，又有一个政党出现，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跟我。当初加入民进党的台独建国这种政党，他连前面那个台独拿掉，直接换后面那个建国党，哇，正合我意，这个不加入会难过，会痛苦，当然就加入了。可是被民进党渗透，民进党发现说这些建国党的都是教授，都是师资辈的工程师、律师，哦老师，也有法师，哦，所以我想说，这么，民进党他说这么高水准的，民进党都是大部分比较一般的哈，所以他想说，那很可能民进党会被消灭哈，所以他们就想一个方式渗透，跟他们说，我有1000个党员可以直接加入，啊，那时候党费要一个人缴1200块。1000个人就可以收120万，哇！建国党当初没有想到，哦，直接就让他加入，结果他们重新开大会，重新改选，把一些建国党的一些主要干部统统翻盘，哈，重选，结果整个质变，所以建国党就这样慢慢的就没有办法办活动，就一直销声匿迹。哦，销声那个匿迹的哈，所以很可惜，民进党为了他自己党的利益，他把我们台湾人的台湾的前途放在一边，只为了他党的利益哈，所以等于说把建国党就消灭，所以我就一段时间就等于说认真做我的园艺的工作哈，好，直到有一天。因为我每天从高雄要开车到屏东我老家那边，好，去种我的树葡萄。结果高雄市那时候在盖捷运，好啊，正好那个中正路地下道被那个捷运的关系，里面有那个泥土流失，它坍下去，把整个那个地下道都覆盖住了，所以变成临时做道路往上面走，一走往上面走。在那个凯旋路跟五湖路口，叫做五湖一路一号，哎，我看到这个旗子，我刚开始看到哦，这个是直销公司，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结果一直到有一天我在看报纸哈，发现有个小广告，哎，上面有这个旗子，而且有个电台的频率。都是在讲台湾地位，哎、欸，这个我就有兴趣，收音机打开听，哇，那个频道跟我可以产生共鸣啊！而且正好那个礼拜六，我们秘书长，他要在武庙哈黄昏市场那边办一个演说会、演讲会，我就去听了、啊，现场就发这种小旗子，秘书长他一上去讲，哇，他那个真的是像陈水扁那种。可以鼓起一股风旋风哈，你一听就入迷。他一讲，我们大家那个旗子哈，有个球被等你哈。从那一天开始，我本来对政治已经冷漠了，从那天起被他哦加热哈，热到39度，到今天还没有退。哈，我刚刚你们听他秘书长讲哈。
你听过他在这边简简单单的讲，就经常会有笑声，这个学不来啊。好，我跟着他七年多了，他那种演讲的那个风趣了哈，那个味道了哈，那个风度哦，不是那么容易学的。OK， 好，好，那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哈，我们来回忆一下哈，再复习一下哈。马关条约是因为大清帝国大皇帝他陛下哈跟大日本的天皇为了订立合约哈所签订的哈，那么从刚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皇帝对天皇哈，那么皇帝本身不可能直接出面来签，所以大清是派李鸿章，那么日本是派他们的总理哈，这个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啊代表皇帝跟天皇啊出来签约啊 ，OK。那么马关条约一般以前我们读历史都不会教它的内文哈，那内文只是最近这几年才有。那么我们来看它内容的第二条款：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啊，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与日本。注意看这个“永远让与日本”的话，就没有再还的了啊。等于说已经卖出去了的东西，没有再还的了哈。你已经卖给别人了哈。OK， 好。第二项是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啊。这个所有附属各岛屿就包括钓鱼台，好，好，还有那个绿岛啦，好，蓝屿那些都是哈。第三项是澎湖列岛，那它有经纬度啊，在这个经纬度之间的诸岛屿啊，就是澎湖部分哈。OK， 好，第三款，全款所在及年付本约之地主所划的疆界，在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派两名官员以上共同划定疆界，就地踏勘确定划界啊，就是说。一般我们民间买卖，在缴钱合约书写好缴钱以后，去你要请那个户政事务所哈来派员来测量定那个疆界哈，然后双方要当地看完以后签约好签字啊，这才有一个合法的程序。你看民间的土地就这么正规的哈，那么。一个国土啊，土地国家跟国家之间土地的割让，当然会更那个严谨哈。好，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让与地方，就是台湾跟澎湖哈的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的，就是你要离开台湾跟澎湖的话，你可以变卖你所有的产业，退去界外啊，但是。两年满以后，你没有迁徙者，着于视为日本臣民，就把你当日本臣民来管理。OK， 你看这个，然后日本还有依照国际法，让当时候的大清的帝国在还住在台湾这些人民，他有两年的思考选择期。可是我们1945年8月15号，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号，美国去把中国的部队用美国的军舰再来台湾以后，他不到3个月，他就用宣布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在1946年的1月10号，用行政命令宣布说，所有的台湾跟澎湖的日本的人，这个台湾人民，通通。变更为中华民国国籍，好，这个是违反国际法，好，都没有让我们台湾人有思考期，而且和平条约还没有签订，台湾澎湖何去何从还没有决定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变更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民的国籍呢？哈，所以这是非法，所以美国跟英国的外交部，他们都有发电文抗议。不承认这件事情。好，1945年9月
二号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好，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盟军来台湾占领台湾，好，接受日军的投降，好。可是到了1949年底，中华民国他国共内战大败退，哈，他们是那一批人来，上面这个是合法的，有盟军的一般命令，哈，美国那个总统的一般命令。可是这个他没有命令，就用武装的难民来非法入侵台湾，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跳到我们秘书长这个控美案，哈，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应该我们网络上都有，哈，这个可以自己回去看，哈。好，在林志升控美案中，哈，被告的律师，哈，这个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哈，这个 Peterson， 他在联邦法院有答辩说，美国没有台湾法理上的主权，这个是对的哦，啊，可是他没有法理主权，有他有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法理主权就是等于说像土地是所有权状，法理上他没有台湾跟澎湖的所有权状，啊，没有拥有台湾跟澎湖，可是他有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他有管辖治理权，啊，就好像我在讲了，我租了你的地，你就放弃地上管辖权，我要在上面种什么就随我的意思了，哈。可是合约期限到，你如果不租我，你就收回地上权，收回这个管辖治理权，哈。因为我跟你租也没有变更那个所有权状上面你的名字，没有过户，哈。好，那么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下诏书，把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施行于台湾，啊，这是一个诏书，啊，台湾就是因为那一天4月1号，因为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是等于美国日本依照国际法的程序，把台湾用合法的程序经过皇民化，啊，宪法实施，啊，台湾人对日本天皇有效忠，啊，而且我们日本也可以对台湾征兵，这表示说台湾已经合法变成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好 ，OK。那么，其实蒋介石他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澎湖，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委任关系，啊。这个是在吉田茂他在旧金山和平条约草拟之前，哈，他们在旧金山合约的一些记录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哈。好，这个应该讲过了，哈，就是这靖国神社，我们为什么连续三年，啊，四次都去祭拜，就是因为台湾跟日本还有紧密的关系。台湾的人替天皇战死，啊，或者因公殉职，都会被供奉在这个东京的靖国神社里面。那么原来靖国神社只要是你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的人民为天皇作战而死，因公而死，都会被送到这里来祭拜。那为什么韩国的人在1952年他们独立出去以后，这里面没有韩国人了？那就是因为他们把他接回去了。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些英灵没有把他接回来？那因为我们没有跟大日本帝国切断，我们没有独立建国出来，所以我们的那个台湾的一些英灵39100个还供奉在那里的原因之一，啊，就代表我们跟日本帝国，啊，跟天皇还连接在一起。OK， 如果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人赢回来了嘛，啊。OK， 好，那么我们来比较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啦、法律宣言，他们的位阶，来我们来做个比较，啊。第一个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第二个旧金山合约；第三个台北合约。这个旧金山合约
是最重要的哈。台湾的前途以后将来定位会定在哪里，基本上要以这个为基础哈。那么马关条约就是大嘛，日本天皇可以拥有台湾跟澎湖，是依照这个。那么可是台北合约他在签的时候，他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做母约，可是这个台北条约在1972年，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后，它失效了啊，所以这个台北合约就等于没有效用了哈。还有美国台湾关系法，这是目前美国对目前的台湾治理当局所有的行政措施啊的依规，基本上比较注重这个，而没有注重这个，这是因为美国要打模糊政策哈，为了美国利益，他基本上比较不喜欢提出旧金山合约哈。好，再来就是开罗谎言啊，这个是大骗局啊，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新闻公报，新闻公报没有法律的强制性啊，而且它的位置，你看这五个它是摆在最后面，位阶最低，可是中华民国就只敢拿这个出来糊弄台湾人民。说台湾跟澎湖依据开罗宣言已经回归祖国，好，主权已经移转给中华民国，没有这个文件啊，从来没有办过户。你一个国家的土地你要割让，一定要按照国际法，要有条约，这个都是条约啊，这是国际，这两个都是国际条约。那新闻那个新闻公报只是一般的政治主张而已啊。可是开罗宣言有没有效？基本上是有效。为什么？因为开罗宣言以后，后面还有一个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里面有讲说，开罗宣言好的主张要去实施。美国后来在战后也准备要把台湾跟澎湖归还给中华民国，可是很可惜，就是因为美国他们是比较注重诚信，他们有讲出去，有在新闻公报有讲，他基本就上他的方向就是准备要这样做，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台湾是跟澎湖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已经割让不出去了。而且你如果真的要实施，也要你这个中华民国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你还是拥有整个中国啊35省，你要完整啊，你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不是分裂的国家。所以当初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代表来签约，就是代表性有问题，到底谁才有代表，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在旧金山合约签字，没有去旧金山合约参加那个，好 ，OK。所以照讲开罗宣言是有效的，可是因为北韩哈南北韩战争，1950年6月25号南北韩战争爆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北朝鲜来侵略台那个南韩，这个也等于违背当初那个蒋介石哈，在开罗宣言的时候，跟美国总统罗斯福保证，中国将来以后在二战以后，他不会对外扩张领土。可是因为他参加南北韩战争哈，解放军参加南北韩战争，等于说违背当初的承诺啊，所以美国也就开始从1950年6月27号。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哈，而且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中线那个巡弋哈，两个目的，第一个不要让共产主义对外扩张或者来打台湾跟澎湖，另外一个用意也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因为你如果让蒋介石去攻打大陆，中国大陆会造成美军会被卷入，美国不想淌这个浑水。
这个小节就是台湾真实的国际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啊，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占，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啊，美军占领台湾有依据哪些法理，还有哪些迹象？好，这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这个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它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拟定以后，于194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于1945年9月2号在日本东京湾密苏里舰上在签那个投降书的时候，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之军投降。注意，他是用命令哈 ，OK， 这表示有位阶有高低的关系哈。好，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他才有权利来分配盟军有哪些人去占领哪些地方啊 ？OK，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对日合约的拟定哈，还有跟51个同盟国来协商，都是杜勒斯来主导。这个杜勒斯是一个特使，后来他做到美国的国务卿哈。那他是都是配受美国的总统来聘任的。好，我们来看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非常重要，可是台湾关系法这个里面所讲的 people on 台湾是保护到住在台湾上面的人民啊，这个对我们本土台湾来讲，等于说也是另一种伤害。你看，保护他这些中国难民来台湾吃香喝辣，他们的福利都比我们本土台湾人好太多了啊！那为什么单单只有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没有英国台湾关系法或法国台湾关系法，就代表美国单独拥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啊？那么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第二条 B 之六跟 C 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啊，以抵抗任何数支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应该是稳定的哈。这是美国本身就是要维持能力，这个能力应该是 power， 就是包括武力啊，他要保护台湾，这个保护台湾就包括中国难民。这是美军护台湾的一个法律依据啊，这也是美国是台湾、日本、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跟义务，啊，他有权利来保护，也是有义务来保护。好，1996年台海危机哈，就是那时候李登辉跟彭明敏在选中华民国的第一次的民选总统，以前都是要委任代理来选举哈，都是要国大代表才可以选总统，那一次是第一次开放全民哈，只要是年满20岁以上都可以来参加。可是因为那时候李登辉讲了一个两国论，让中共非常不高兴，所以他就发动海上那个台海封锁的演习，就是在基隆港外海还有高雄港外海画了一个禁制区哈，就是航那个。航空器或者是那个船舶都不可以经过那个地方，因为他要做飞弹演习哈，所以那次美军也警觉到恐怕会擦枪走火，所以马上就派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到北台湾跟南台湾的海域来借护。那这个要花很多钱，为什么美国要花这样花费？那是因为他的责任哦，就是刚刚那个权利跟义务依据台湾关系法啊，好，他是克林顿依台湾关系法，他有权来派兵哈。那么因为台湾关系法等于授权给美国总统可以依这个法来依法行政啊，你不用台湾的治理当局去向美国申请，美国才派航空母舰来。不用，就美国他主动要来防御台湾，不要让其他国家来占领或侵略台湾啊。
啊，这个六项保证我上次有讲过了哈，这个就跳过去了哈。OK， 那你如果对我这个 PowerPoint 有兴趣哈，想要深入研究，你可以跟我们电脑组，啊，用随身碟去 copy 哈，这个没有版权，欢迎复制、影印哈。OK， 广为宣传。好，你出奇怪，这个怎么跟好像上次讲的有很多是重复哈？回去我要重新整理一下，台湾不是国家，这是美国前国务卿鲍尔在2004年的10月25号讲的哈。记者问他，他说台湾的地位跟中华民国地位情况怎么样？他说台湾跟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哈。OK， 好。那么美国他是一个常进人，美国经常对台湾当局的总统。不论你是两蒋啊，或者李登辉、马英九、阿扁，他们都要看美国的脸色啊。美国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啊。你看所有的新闻，如果有关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准备、台湾，比如说阿扁想要独立公投，美国就发声就说美国反对台独、反对台湾公投啊，有吗？你看阿扁在2000年第一次选上总统，5月20号，阿扁在就职的时候，他说“四不一”没有，这个“四不一”没有去受到美国的操控跟指导。好，但刚开始，我们那次绿军的哦，很高兴说，好不容易台湾人选上总统了，可是当那时候头脑还不清楚，你台湾人再怎么选，还是选到。流亡中华民国的流亡总统，那么当时我们很高兴，就在等我们这些绿营的独派人士，就想说很期待陈水扁上台要演讲，他会在总统的就职文告会说些什么激励台湾人民的话。结果他说一个四不一没有，我们独派通通都像呀，都像呀，北京话要怎么讲？我视角差点，非常失望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四不一没有，到底他是讲什么？第一个，他说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个，两国论不入宪；第三个，不举行公投，统独公投啊；第四个，不变更国号啊；还一没有，就是没有会统一纲领。哦，会国统会的问题，好，这个四不一没有，哦，我们听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好，那为什么阿扁会这样宣布？这如果没有美国的操控、美国的压力，不可能这样子啊。OK， 刚开始第一任2000年，阿扁很听话。所以阿扁要去中南美洲访问，都可以飞机可以飞，直接飞入美国的本土。第二任2004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哈，阿扁想要走自己的路，他已经没有连任的压力，然后就被脚步机说他是麻烦制造者。OK， 好，委任占领的授权书，1979年之前，美国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可是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啊已经断交 ，OK， 那这个断交等于说当初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等于断了啊，所以他赶快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啊，他的本质也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一个代理授权书而已啊。而且他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已经改称为台湾治理当局，不可以再称中华民国啊。可是流亡政府还是继续统治台湾，虽然李登辉跟陈水扁都是台湾人，可是他们是在流亡中华民国政府体制下来替中华民国做总统。注意，这个不是台湾总统啊。台湾不是国家，所以台湾从来不会有总统。现在这个只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
到2008年马英九选上总统以后，那时候年初的时候，玉山四号政经兵推，那时候陈水扁总统邀请马英九，可是马英九拒绝，但是那个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当时的处长叫做杨朱立，与美军官员他们坐的云豹甲车直接进入横山指挥所观察。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得到说，美国真的是中华民国体系的顶头上司，所以你看一个横山指挥所是等于中华民国国军最高的一个指挥所，美军的官员，美军呢、啊，这如果不是相当，他们等于是来视察，不是观察，看你兵推演的好不好啊、哦，有没有什么破绽 ？OK，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说，美军他才是美国才是中华民国的老大哥、老板啊、哦。好，这个被涂销了，被命令涂销，因为恐怖组织。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像宾拉登这种组织，他们没有国，他们不是国家，可是他拥有武器，哎，这中华民国一样。所以秘书长告美国以后，美国知道他们的错是错误哈，所以就命令中华民国的部队哈，这对不起，他们这些 logo 都要啊涂销掉哈，这个都还依稀看得到哈。一样，这些本来都是有一个车轮牌的那个哈，这个是美国国务院所讲的恐怖组织的三要件：第一个不是国家，第二个他拥有武器，第三个在当地征兵。不是国家，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拥有武器，宾拉登用他的回教那个教义诱惑当地的人民来做他的那个开打组织的成员。OK， 好，那中华民国很像啊、哦，中华民国不是国家，还拥有武器，又是美国卖给他的啊、哦，可是是台湾人花的那个纳税钱，又在我们这里叫我们本地的台湾本土台湾人去当替中华民国当兵，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可是因为战败的关系被占领，可是他又叫我们去当兵，当兵就有效忠的问题，你发武器。那我可能因为如果头脑清楚知道我们是敌对关系，因为当初是日本跟中国在打仗的，头脑清楚的他可能就拿枪拿你发给他的武器啊、哦，跟你对干哈、哦。好，这个是错误的。好，台湾台澎金马加入 WTO， 是美在美国的协助之下，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的。啊、哦，这个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涵，其实就是军事占领区的意思，哈。这是在美国协助，为什么美国要协助？因为我们是被占领，那么你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当然要老板美国来帮忙，去协调，哈。用台澎金马，一个是独立，一个是分离，不一样哈。台澎是独立，那么。金马是分离这关税领域啊、哦、来加入的、哦、OK， 好，阿扁在卸任前有试射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啊、哦，这个是那个国王新闻哈、哦，2011年的时候就报道的 OK， 那个阿扁要下任之前，他命令说试射一枚中程飞弹哈、哦，但是马上立即引起美国的关切，美国马上派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来台湾，去中华民国国防部查证哈。那么那时候的前国防部长是蔡明宪，他说美方对台湾发射飞弹、试射飞弹感到关切，这个官员隔周就到他的办公室问他有没有试射飞弹，他说有，只是试射为而已，还没有生产。他同时保证，你看一个国防部长要对美国的那个官员来保证，台湾的飞弹只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好，非常低调，也等于说，
你所发展的武器还要偷偷摸摸发展，啊，就好像当时蒋经国也是偷偷的在发展核子武器，对外都宣布台湾不会制造核武器，可是私底下，哦，在清大核能研究所，还有中山科学研究院里面，都在积极的在研究，因为那时候中国在1950-60年代就已经有核子武器了哈，核四八都成功了哈。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台湾要发展比较长程的飞弹，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啊。这个跟韩国一样，韩国以前它的飞弹是只能控制在你制造在300公里射程以内。到去年才开放，美国已经开放让它可以发射800公里的飞弹 ，OK。可是那个800公里的飞弹，你弹头只能500公斤，然后你如果500公里射程呢，你可以做到大概一吨的弹头哈。好，这个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韩国、日本、台湾，啊，这三个国家。你注意看，以前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员，啊，其实这三个地方都还是被美国军事占领中，哦，只是它恢复主权的程度不一样。OK， 我们来看它管制哪些内容，啊，第一个就是飞弹的射程，啊，第二个核武的研制。你看当时中华民国。在研究那个核武器，已经电脑模拟试爆过了，真的准备要开始真正验证要实弹来引爆的时候，当时老早美国就把 CIA 的人员就已经潜伏在里面了，而且当到那个核能所的副所长，所以在试爆之前，他就把这些资料收集好。就往美国报，所以美国就马上把这个那个人叫做张献义，就把这个人接走，而且隔一个礼拜就派那个与联合国的那个核能和平的研究人员一起到台湾来检查那个清大的核研究所，还有那个中央科学研究院的核能研究单位。把他们的仪器设备都拆走，好，而且把那个核子反应炉封存起来。OK， 你看，第三个，暂时军事指挥权啊，像韩国一样，他的战争指挥权，平常的时候是韩国的指挥官在管理这些部队，可是战争的时候，就美军的人员起来当指挥官。指挥战争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哈，还有计划跟策略。那么台湾一样啊，台湾现在的三军司令部已经被美国命令裁撤掉了，只剩下指挥部。然后真正的指挥中心就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啊，这个司令所长，他的指挥权是在战争的时候都是美国在主导。我们从刚刚看的一些啊，我们就知道，美国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啊，基本上它现在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在管台湾啊。美国总统他是受国会还有法院监督，他不敢违法，啊。国际社会都了解台湾的真实地位，只有我们台湾人好像坐井观天，啊，不知道。而且你看，现在最近几年的那个。电视的新闻基本上不太报国际事务的新闻，啊，都是在报歌星的那影歌星的那些什么绯闻类的，哈，啊。好，就是我们台湾人被蒙在鼓里，局外人都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当事人啊，反而搞不清楚啊。
从我们刚刚看的一些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台湾。虽然你外面看不到美军，可是现在美军他是都是穿便服啊。美国在台湾的一些工作人员，他都是穿便服，包括在雷达站啊，在监听站里面的啊，通通是美国人，只是他们穿便服啊。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军事占领中。OK。好，我们来参考各国自治建国的模式来做一些探讨。好，第一个，古巴的建国模式啊，美国跟西班牙在1898年4月25号宣战，可是只有几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哈，这个西班牙就战败了，所以他们在巴黎签了一个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就跟台湾很类似哈，割让了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啊，给美国。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号独立建国，啊，当初会引发这个美西战争，就是在古巴的那个哈瓦那港口有一个那个美国的战舰叫做美英号爆炸，啊，那美军就怀疑是西班牙军队。搞的鬼，所以就通过国会向西班牙宣布战争。好，好，我们再来看古巴建国的模式，它是古巴跟台湾的经验来做一个比较，都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现在地位未定。啊，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可是台湾原来是日本的领土。啊，经过那个。皇民化还有日本宪法在台湾时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一样是被放弃，可是古巴可以独立成功，台湾地位未定，啊，因为一个是殖民地，殖民地在战后大部分都可以独立成功，啊，你看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全世界就50几个国家，可是那些殖民地就纷纷独立啊，那时候是联合国哦，在联合国的协助之下啊，纷纷殖民地都可以独立啊。好，我们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一样是美西战争巴黎合约，美国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受制于菲独的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也有他们的独立组织，好，简称菲独。因为菲律宾有2000多个比较大的岛，如果连小岛有4000多个，他们用游击战哈，菲律宾有很多热带丛林，他们来骚扰美军，袭击美军，美军就去追缴，可是很多小岛，那个菲律宾的那个独立人士可以逃到那个小岛啊，美军追得晕头转向啊，非常伤脑筋，所以会后来美国就。去跟那边反抗军的首领协商，说你再让我管10年，好，这10年我把你们的行政系统弄好一点，好，到时候我来帮你们，让你们独立建国，好，所以在1947年7月4号，在美国的协助下，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你要注意7月4号，美国国庆日也是7月4号，好，所以。啊，我们2010年在美国挂牌也是7月4号，哦，这个意涵很有趣哦，哈，哦，OK。所以菲律宾就在美国的协助下，他独立建国成功了，哈，哦。好，立陶宛的建国模式，我们来参考一下。立陶宛刚好在苏联的西南方，哈，哦，那么。二战之后马上就被苏联并吞，可是在1990年3月11号，他们的民间议会自己宣布独立，那时候国际社会一些大的国家都在观望，不晓得你玩真的还玩假的，可是当时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好，那次的选举投票率低于50%，所以
等于说国际就那个投票率低于50%，就表示当地的人民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军政府，你在当地军事占领的那个统治性合法性已经失效啊。所以那一次的投票出来的结果，国际已经不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啊。所以后来在1991年9月6号，立陶宛人他自己办公投啊，独立成功。苏联看大势已去，所以他就率先承认啊。那我们来检讨一下，立陶宛他抵制当时候的军事政府的选举啊，我们来看他的意思啊，来比参照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人去参与现在的代理的军事政府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所办的各阶级的选举，我们来用他们的所谓流亡政府的总统大选来看。当我们那一天投票那一天拿着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投票所去领那个选票，我们就先输一半了。第一个就是你已经承认你是中国人，所以你才会拿中华民国的身份去领那个选票，而且在自由秘密的投票环境下，你投出来的结果是以2008年跟2012年都是你们台湾人愿意选一个统派的中华民国流亡的人士蒋那个马英九统派的人来当总统，代表你们也支持将来要跟中国统一，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好，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盲点，我们被教育成大部分的一半以上的人都已经认同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国人。所以我为什么在初级班我会比较强调说我们的血统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是谁，你要先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你才不会做错事认劫作父。现在很多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是认劫作父，自己的基因85%以上是台湾原住民平埔族高沙族融合的血统，竟然去认同不到12%的血统的中国人哈。所以我们本土台湾人应该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的各级选举，不论是县市长或者市议员、立法员，包括总统都不应该去跟他们一起去选举。好，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琉球反蛮模式。这个1952年2月29号，琉球民政府成立，他们本身有行政、立法、司法。当时他们是用代理的美型军票当作钞票在用，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改用美金。那么1972年返还以前，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行的那个旅行证件，才可以离开琉球，等于是出国。琉球等于是一个境外，对日本来讲是已经是境外，所以你要再进入日本本土，是要拿另外一个旅行证件才可以进入日本。好，这就是我们旅行证明书。那么我们将来也会，台湾民政府也会要求美国发这样一个 travel document。这个是美国的那个Home Secretary 是什么？国土安全部，他们所发行的。我们将来也会像我们要跟美国要求。美国军政府应该要发这个，让我们台湾人用，让我们台湾人拿这个，可以只要跟美国有那个免签证的地方179个国家，我们都可以同步享受免签证啊。好，那么这个琉球访问是他们没有办公投啊，以前有一些资讯，就台湾独派的很喜欢说琉球会回归日本是公投，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资讯，这个要注意。 OK， 好，那么琉球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指挥结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琉球访完以后，隔了20-30年以后，有一些解密的资料出来以后，是日本的一些学者
他们去研究出来的啊，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整个指挥系统整个结构是这个样子。最上面的这一层是美国合众国政府哈，亚美尼加合众国政府。好，再来就是国防总署，等于是美国的国防部哈。再来是美国的军政府，下面有一个民政府，这个单位在命令指示成立的琉球政府来管琉球冲绳的这些住民啊。就从这边来看，移过来，美国的国防部下面有美国军事政府，啊，有美国台湾民政府啊。下面再成一个台湾政府，啊，这个台湾政府就是我们本土台湾人所组成的一些，有里面有行政、立法、司法，然后来管我们台湾住民啊。那时候是自助啊，台湾人自己管自己啊。那管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要求我们的母国日本政府来跟美国政府来协商，要付出多少代价啊，来赔偿美国的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啊，就像琉球模式，我们可以返还日本。OK， 好，我们六十多年来，他六十八年了哈，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许多台湾人被教育成认同中国人，哈，认同中国 ，OK。所以，我们如果用2008跟2012年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当作统独公投，结果我们将变成统派的台湾，然后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并吞，因为你们都同意要跟统派的马英九一样，哈，要跟中国合并嘛，哈。然后他解放军来，美日的安保条约可能就没有办法就失效哈，因为是要尊重你们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的选择。OK， 你们要给中共管哈，要跟中共合并，他知道等于已经师出无名了哈。OK，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哈，这个在国际上可能是合法的，有可能哈，到时候美日很难插手哈。到时候我们台湾人叫沦入勇士浩劫。OK， 好，我们再来看，如果这个要加一个，如果台湾独立建国以后，我们有哪些责任义务，还有哪些风险？第一个，我们台湾人要自己纳税，还有要服兵役来保卫台湾啊，而且还要花钱自己买军事武器，或者自己研发武器，这个研发军事武器很花钱哈。好，而且在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之前，要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没有法理义务出兵干涉。哦，这个我们可以用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个例子。东帝汶在这里，它跟台湾一样，旁边有一个流氓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好，东帝汶在1975年11月28日从葡萄牙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可是，在还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在九天之后，马上就被印尼入侵啊，并占领啊。1976年7月1日，成为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在其后20年间的统独抗争，造成大概10到25万人的死亡。好，然后在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的全民公投，当然大多数的东帝汶都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啊。所以，可是，在公投后到同年大概不到一个月了哈，印尼军又杀了1400人的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现在东帝汶仍然是世界上极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啊，大部分的物资都要靠外国来援助啊。那这个是这个独立的结果是我们要的吗？对啊，很危险啊。好，来，我们来再做一个比较哈。这个新墨西哥州
这个红色这个，灰色的这个是墨西哥狗，啊，一直延伸下到那个快到赤道的地方。墨西哥州以前也是墨西哥国的哈，可是后来美墨战争以后啊，就变成美国的一州。好，那么墨西哥国的人很喜欢从这个边界偷渡进去到美国的墨西哥州，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那个生活水准高，民主自由啊，比较有人权，而且也比较好赚钱哈，生活水准比较高，所以。这边低，比较生活比较落后的人就一直想偷渡过去，好，好。那么你看，美国跟加拿大这边的界限，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边防军这一类的，哈，因为这两个生活水准也一样，信仰上，哈，信仰民主、自由、法治都差不多，所以你比较不会听到说。加拿大人会偷渡来美国，或者美国人偷渡到加拿大，因为他们其实要进进出出非常方便啊。可是跟刚刚那个比较起来，就差很多啊。还一海之隔，共军占领这个红色中国，美军占领这个绿色的台湾啊。来做个比较，你看，从二十几年前哈，十几二十年前，就很多中国人。透过平潭岛就坐渔船从新竹南寮渔港，或者是从屏东的林边啊、枋寮那边偷渡上岸，因为当时台湾钱阴卡巴，台湾非常好赚钱哦，所以中国男男女女都想偷渡来台湾哦，来这边赚钱。OK， 那你可以看到说，刚刚那个。美国墨西哥州当初也是被美军占领，那台湾也是被美军占领，还好台湾是被美军占领，如果台湾是被苏联占领或者是中共占领，那我们现在就很惨哈。所以被美国军事占领不一定是坏事情，好，基本上来这样比较，基本上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美国的管制下，我们还基本上比较享有民主自由啊，当然很多民主自由也是我们台湾人反抗争取来的啊，可是基本上跟当时候的这个中国差很多啊，我们条件比他们好太多，所以连他们的那个开飞机的都会啊，民航机都那时候哇经常来，劫机经常被劫到台湾来。OK， 好，所以台湾如果在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来自治，我们免税免当兵啊，我们的国防跟军队由美国要来负责啊，他要负责台湾的那个安全，省下的经费来建设台湾，成为东方的瑞士理想家园，这不是很好吗？好，等我们都壮大，我们到时候再来要求来跟回归日本嘛啊。好，那我们再来以台湾加入联合国啦，或者流亡中华民国，他们说要重返联合国来做一个分析啊，一个是入联，一个是反联。反联是原来那个位置他离开了，现在要回去再抢那个位置。那陈水扁当时说加入联合国，他是说我不要跟他抢那个中华民国那个位置，我自己再做一个桌子椅子，我坐在旁边。新加入的意思哈，好，那我们用台湾之名来申请入联，来分析看看。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为最基本的单位，你一定要先是一个国家哈。第二个，我们来看台湾是否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不是嘛哈？我们刚刚讲应该不是哈，因为国家认定有一些标准嘛。要有永久人口，有固定领土，有政府，有外交权。台湾国有没有人口？我们现在这些，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我们是日本的，只是暂时我们的身份国籍被悬置，暂时依照当时说，等于说现在依据台湾关系法，
是台湾治理当局在管我们。好，我们现在这个人口不是台湾国的人口。好，好，这个领土还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国也没有领土。你说有政府，可是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或者叫台湾治理当局，不是台湾国政府啊。外交权一样，22个国家去跟那些小朋友签的都是中华民国啊，台湾治理当局的外交部去跟人家签的啊，所以台湾国这4个都没有，所以不是一个国家嘛。那你不是一个国家，当然不可以加入联合国，因为你不是国家。你不可以，你还没有完全进化成一个国家嘛？就好像猴子一样，你给他穿衣服、打领带，就要带他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身份证。你还不是人呢，哈，还没有进化成人一样，这个你还不是国家，所以不可以哈。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是日属美战，台湾目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啊，我们要注意，不是国家哈。OK， 假如台湾真的要建国，你也要按照国际法理，有5个步骤，我们要按部就班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它哪5个步骤。第一个，美国军事政府要进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然后把政权交给台湾政府来自治。好，自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来要求日本跟美国来协商台湾返还。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啊，就像琉球返还协定一样，来返还到日本母国 ，OK。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求日本的母国的参众议院要制定一个分离条款来作为法源，根据这个法源才可以办理台湾公投，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可是我们台湾人都是从这个之前，从这里一下。跳到最后面来了，就要办公投，都不理会人家的整个国际法理啊，台湾的国际地位目前到底是怎么样，都不管说拥有所有台湾澎湖所有权的日本天皇，也不管这个所有权现在抵押在美国手上，因为是战争债没有还啊，所以说台湾跟澎湖被美军占领，只能是等于是抵押在。美国的手上，好，台湾我说有2个主人，一个拥有所有权状的主人，一个是抵押把所有权状抵押在美国手上，好，这个主人，这2个你都不管他，你就自大妄为，就跳到这里要公投台湾要去哪里，好 ，OK， 就好像你们家的房地产，你的房子，我如果要拥有这个房子，我要不要来跟你协商？看你要不要卖我，啊，第一个要你要不要卖我，第二个价钱要谈拢，你要跟地主谈，就是也要先跟天皇谈，啊，如果这个房子有去跟银行借钱，你还要去把这笔钱先把银行的钱还掉，涂销，啊 ，OK， 可是台湾人奇怪这个逻辑他为什么不懂，直接就。把别人的东西直接说来，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房地产，我们家5个兄弟姐妹来投票公投，那个房子变成我们家的，可以吗？对呀，哈，很奇怪哈，台湾人会做这种事情，而且做得理直气壮啊，哈。好，我们再来检讨。那么，如果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来做一个分析。1971年的10月25号，联合国的12758结文，好，我们来看它是什么内容。它是讲说，把蒋介石的，哦，中国代表权，从联合国以及各国际组织驱逐出去，哈，只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去而已，哈。好，那么联合国中华民国的那个。China 那个桌子啊，还有名牌椅子都还在，只是他椅子换人坐，那么现在换谁在坐？就是毛泽东的代表在坐在那个位置，那个 China 还在啊。那么在国际法的规范定义里面，
中华民国已经在1949年就亡国了，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代表中国嘛，啊。他只剩下金门跟马祖是一个残余国家，啊，就像蛇，啊，蛇都死掉了，只有剩下尾巴还会动，啊。一个已经死了，啊，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啊，要怎么反联，啊。那么台湾国还没有出生，要怎么入联，啊。一个死的，啊，一个还没出世，啊，所以都不能加入联合国，啊。OK。休息一下。有三个精神病哈，他是被关在那个精神病院。那那个精神病院每三个月就把这个人要叫来再重新那个复诊一下，看关了三个月以后有没有好一点。好，如果好一点，就可以放他出院嘛哈。好，那医师就把他们三个叫来，就坐在他的诊疗室，然后医师就在这个白色墙壁画了一个门框，然后再画个门把，就跟他们三个啊，好，你们都好了，可以从这边出去了。真的有两个一下就站起来，就去抢那个门把。哦，然后医师说啊，这两个还要继续关。那另外一个，哦，这个有希望。他就很高兴，笑着：“哎，你好了啊，你为什么不从那边出去啊？”那个人站起来说：“啊，那两个神经病啊！那个钥匙在我这里啊，他没有来跟我拿钥匙，怎么可以从这边出去？”哇，这个医师本来期望这么高，整个摔到地上。这个更严重啊，这个要关更久，哦，对不对？哦，所以很多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那我们来检讨这三个人。哦，医生期望很高，可是失望反而最大哈。这三个病患他都不承认自己有病啊，对不对？所以两个他说你好了就冲出去了，另外一个说钥匙在我这里啊，你没有来找我拿钥匙，怎么可以出去哈？好，前两个他是比较没有台湾意思啊。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很像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子，拿香跟拜，哦，牙香对拜，啊，人讲啥就做啥，哦，人来发功，哦，我们到凯达格兰前面去抗议马英九政府，什么什么议题什么议题，我经常跟他讲，我那个叫做台北一日游，我那时候常参加，从屏东一大早就要出门坐游览车。可能还要交500-600，来到台北都差不多刚好两，差不多两点刚好可以跟得上去游行啊，游行来到总统府前面，哦，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差不多5点就准备打道回府，不然会回去太晚，所以经常没有听到那个最后的压轴的主角出来讲，哦，游行有沿路呼口号，把一些愤怒，把一些累积。好几个月累积的气氛在那天发泄然后又回去了。所以我常讲说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泄压法。因为国民党经常行政措施惹起很多民怨，就像压力锅快要爆炸了。可是就有一个民进党他会放一些气，把那个压力锅的气放出来泄压，叫我们哦，我们哪一天到总统府来游行抗议发泄一下，回去又开始种田的种田，工作的工作，缴税金的缴税金，养猪的养猪。哦，我常讲我们都是养猪户哈。所以很多人说啊，谁执政都一样啊，无做无当家，没有工作明天没饭吃，都是这个思想。哦，所以很多人也不管政治啊，政治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去参与的哈，啊，血管都一样啊，我都还要每天都要去工作才有薪水可以拿哈。他没有想到说，其实台湾人你可以不用工作，如果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设立那个社会福利做得好，你失业都还有补助金哈。就像美国，我第一次去美国，
奇怪嘞，那个银行前面排队排那么多人干嘛？我那知道40年前，后来一问，哦，他们在领失业救济金，40年前呢，我很讶异，哎，没有工作也有钱可以领呢，好，人家以前制度就设置得很好啊。好，那么第三位他是自称为独派的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你们这些都是小党啊，你们民政府只有几千人啊，说不定都还不到4000人。我们民进党这么大，你不来跟我配合，怎么建国？可是我们根本不是要建国哈，我们本来就有国，我们叫做大日本帝国啊。只是我们因为战争失败，所以台湾澎湖被占领。可是他们听不懂，他还是要建国。就像刚刚讲的，那五道程序都不按部就班，按照国际法理，啊，给自认为台湾独立是好像他们神圣的任务，别人不可以取代哈。OK， 就是很糟糕了哈。那我们这个医生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以拥有正确的国际法理，能眼观察来医治生病的台湾人。现在台湾人真的是生病了，啊，高雄鹿竹那边有一个龙华堂，知道吗？哎，很有名哈。以前台湾的医疗不发达，而且政府也不重视，神经病的有精神疾病的人，都被等于说放弃了，啊，所以那个住持有发善心，就把那些都收拢来，教他们敲锣打鼓，啊，教他们种菜。那我们有一个同心哈，在那边当过义工，他就跟我讲很奇怪哦，他看一个人蛮正常的，他讲那个故事给我听，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哎，啊，你就看起来都好好的，啊，你应该都好了，你可以出去啊。”哦，不行不行，不可以出去，外面很危险。啊，为什么？为什么外面很危险？啊，外面都是神经病哎。哦，我们看他神经病，他看我们神经病呢，哎，所以外面很多人都说我们是诈骗集团呢。哦，你看外面病得很严重哈，哦，外面神经病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什么？学当医生，对不对？好，哦，我们来这边把这些法理练好，哦，把台湾的正确的真相都了解哈。哦，把台湾的地位弄清楚，把你本身你是谁，你的地位是什么，要弄清楚啊！我们出去把这些新的真相知识来告诉亲朋好友啊！我们来当什么医生，对不对？啊，啊，外面很多神经病，需要我们去医，对不对？啊，好，大家一起努力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哈。在台湾，在美国军政府下的台湾啊政府，台湾民政府来让台湾自治啊。依据立陶宛的那个模式哈，我们拒绝目前的中华民国这个代理的军政府的体制下的任何选举，让投票率低于50%，让他的统治性失去合法啊，或者依照琉球返还模式。来回归日本，或者与日本结盟为邦联或联邦，好，最终我们可能成立一个像瑞士、像梵蒂冈一样的中立国哈。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哈。好，那么我们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经常有一些错误的期待哈，说为什么不叫美国拨经费给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OK， 为什么不叫美国军队赶快来占领接管台湾，哦，或者把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移到金门跟马祖，哦，这个经常是我们很多同心来这边上课以后有时候会来跟我讲，哦，可是我们经常忘记我们的身份，哦哦，我们要认知二战时候美国跟日本台湾是敌对的国家，现在我们战败被占领，美国是占领者，哦，美国对我们民政府有两项要求，我们准备好了吗？
那叫我们要训练4000个人员，然后要有发41万份的台湾政府的公民身份证，这个两个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怎么有资格去要求？而且我们是被占领方，位阶比较下阶，他是占领方是在上位，那怎么有下位的人在叫上面的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就好比有说就在厕所，我在厕所，我是职员的哈，啊，碰到我们董事长也来上厕所，地上很脏，我说，哎，董事长你怎么地板不清理清理干净？可以这样吗？有新的咧机会讨给吗？应该没有吧，哈，都是老板在指挥员工要做什么做什么嘛，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身份弄错了，好，占领军他是用军事命令，军事命令就是只有服从，好，而且是达成任务。那美军政府要求我们这两项要求不会过分，哈，是我们寒蛮台湾人被洗脑以后。你要是邀他进来听这些法理，他说我们神经病，无代无志，开三工两枚，搁爱开，哦，弄弄六工四枚，搁爱开16000块来这受训，他骂你神经病。可是我来这边，我很高兴。我从听秘书长啊第一次演讲发烧烧到现在，我很高兴，我烧得很高兴，好，就是说得到新的资讯。得到真相，不是被蒙蔽、被欺骗。我们真的是被国民党是用愚民教育啊，哈，都是教你错误的，哦，让我们台湾人，他说我们台湾人没有国际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教我们有国际观嘛，哦，他在教英文，欸，我们从国中开始一直到高中，至少读了6年的英语啊。可是我很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训练一些很烂的英语教师来把我们英语教成都不会讲？为什么台湾人很多学了6年还不会讲，很奇怪哈？好，后语我们来检讨一下。麦克阿瑟说，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哈。其实台湾人应该要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日本在这里，台湾的台湾很倒霉啊，旁边就有一个大国，经常自称是很大的国家了哈，他时时刻刻想要把台湾并吞。他说台湾是以前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领土，哈，他都没有想过他的阿公就已经把台湾澎湖卖掉过一次了。到现在还在说，哎，他在问阿公哎，哦，很奇怪哈，哦。那么马英九政府一直在挑动台湾人民跟日本或者美国的那个抗美抗日的情绪，好，哦，像去年那个马基尤事件啊，哦，他跟他的日本男朋友打台湾司机，就是要激起我们台湾人来反日抗日，哦，那个电视是一个礼拜。从早到晚一直播放，然后用毒美牛事件，好，把一些资讯故意泄露给民进党立法委员，然后在立法院的咨询来骂美国政府没良心，用毒美牛哈，那个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要给台湾人吃，这都是马英九有计划性的哈，要挑拨美日哈，所以其实美日安保条约才是真正保护台湾的哈。那我们不要中到马英九的计谋。我经常是康叔忙修了哈，说台湾如果不是在这个位置多好哈。我在想哦，台湾民政府如果执政哈，就开2个国际标，就请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发明2个东西，第一个最大字又最利的句子，把台湾从下面锯开。然后再发明最有力量的那个核子反应炉的那个马达，装在下面，然后开到这里，找个地方哦，不要太靠近哦，不要侵入领海哦，就给它搁浅，哇，然
来这里多好啊、哦！这个纬度刚好啊、哦，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就在加州旁边。哦，加州是美国等于是最好住的地方哈、哦，很多台湾人都喜欢来洛杉矶这边哈、哦。而且你看，如果在这里的话，飞弹，中国现在1500颗飞弹对准台湾，一下子就打到了。啊，它那个射程都只有300到500公里，啊，这里18000公里，它怎么？那些飞弹都失效了，哈、哦、，OK。而且他如果用长程飞弹打，如果打不小心打得太远，就打到美国，美国就宣战，就给他修理的，亮亮，修理个金丝丝，哈、哦、，OK。嗯，困懵困莫白忙，好吧，我给你度过了，讲点笑笑的哈。那么现在说，我、哦、中国很强盛呢，哈、哦，有航空母舰，可是他连一个钢索都做不好呢，啊、哦！你看这个航空母舰都应该要有这个拦截锁，可是当时他跟乌克兰买那个航空母舰，都已经把武器设备都拆光光，所以没有拦截锁。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那个航空母舰一开出去啊、哦，上面都没有飞机，为什么？因为北不敢升空，啊、哦。因为升空就下不来，下来没有拦截锁，中都掉到海里去了，哦、所以你现在报纸所看到的航空母舰上面都没有飞机的、哦、因为拦截锁又要强韧，要有刚性、韧性，不会断啊、哦，这个高科技，爱点爱够弄哇，这边那走，好、哦、很难哦，所以那个绳索是高科技的东西，而且还要。最好就是要像美国，它有蒸汽弹射的，可以把飞机投送出去。哦，这个技术就英国跟美国有，哈、哦，连法国都要跟美国买这种设备，哈、哦，连俄罗斯、苏联他们都没有办法制造，所以他们都用那个滑跳式的，哈、哦，甲板上面那个前端的甲板都要高高翘翘的，这样平民然后这边就滑跳上去，哈、哦，那是比较落伍的设备，哈、哦。好，这就是中国跟那个乌克兰买的那个航空母舰，他们自己装，他们自己发展的那个 engine 哈、哦，发动机把它装上去，哇，一启动都冒黑烟啊、哦，所以这个根本就不用用什么卫星定位 GPS， 看着冒烟的地方打过去就打中了嘛，哦。所以他这个瓦格两个，我用台语讲阿瓜两公喝啊，啊，都冒烟了、哦。这个就是连发动机都做不好，所以现在他们自己他们歼十一那些那个喷射战斗机啊，他都还要跟那个俄罗斯买苏凯哈27的那个发动机来装上去。现在他们有。自己发明的、发展的那个发动机很大又很重，而且大概飞上去800到1000小时就要下来大修，就要把整个发动机拆下来重新大修。那美军他在韩战的时候，他们飞机一上去就是可以飞好几千个小时才大修的啊，所以他们的那个基础材料科学、金属材料科学都还差很久、还很远啊。因为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又要耐热又要耐寒，冷热之间不会有这个哦误差太大哈、哦，所以这个是我给他称作瓦两公喝嘛哈、哦。后来被我们骂，他就改了啊，不然再改个四郎号，结果四郎号台语讲西郎喝，哦，我所以他们就这个名字就不敢用，后来又改。辽宁号啊，台语讲啊，辽宁呐，哦，啊，即嘛咱两个笑哦，以后唔知要改啥唔知哦，吼，哦，真了了，西南河过了辽宁吼，好、哦哦，所以你看，这个他成军的时候上面弄不回人机，他上次巡弋哦，从那个东海，然后经过台湾海峡去南海嘛，上面也没有飞机啊。而且他为什么不敢开我们华东外海，从外海进来到巴士海峡到南海，就是因为他没有飞机可以护航，他只有
沿着他们中国的沿岸，沿岸有他们的空军基地可以起飞飞机来保护，所以他不敢开太远，他出去了就变成靶船哈，就像刚刚冒烟这样，哎，好。其实美国在41年前就已经登陆月球了哈，他们现在才刚机器，这是人上去了，他们现在才一个什么？我忘记玉兔号哈，玉兔号的这个登陆艇才刚上去而已，啊，那个科技都输人家很远了哈。他们还在学什么太空漫步了哈。那美国早就在1982年就那时候雷根总统就成立太空作战司令部，要用什么星际作战的方式，对吗？那当时苏联吓死了。哇，搞到外太空武器去了，所以苏联得赶快急起直追，把所有的财力、物力、人力通通投入在研究太空作战的武器，所以搞得苏联那个经济萧条。到1989年、90年的时候，他们的粮食生产都不足，啊，买那个排队要去买一餐面包食物的时候，都要排。半天，整个工作效率很低，都为了食物而已，就要搞半天的时间去了，所以他们经济急速的衰败，所以到1991年哈，整个苏联就解体掉了。那就是他把所有的金钱都放在核那个武器的太空竞赛哈，那个太空武器的竞赛上啊，这也等于是说是雷根总统那时候用了一个战略哈，一个计谋。来引导苏联把很多经费花在没有实际生产能力上去哈。好，你看他们去年才还在学习太空舱的对接哈。好，那么台湾有很多人说，经过多年来的民主选举后，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有很多人是支持这个论述的哈，其中有一个叫做那个也是国际法的大师哈，民进党的叫做陈龙志，啊，可是，在国际法上并没有这种法源，在国际上并没有这个先例哈，啊，台湾的战争债还没有还清，主权还抵押在美国手中，啊，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哈，啊，那么。很多台湾人是用感情在想台湾的主权地位，这个都不合乎国际法的逻辑哈，经不起国际法逻辑的检验哈。而且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以前我们都会想到说哦，台独代表战争就是中共要来打我们，其实不是，是这个有在前的这个美国要来打台湾哈。好，这个刚刚秘书长啊讲过了哈。OK， 谁才可以称为台湾人？好，有人说啊，认同台湾的人，或者是爱台湾的人，或者住在台湾的人，或者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人，其实以上皆非了啊。为什么？不是你认同台湾就可以当台湾人？那刚刚我们讲从平潭偷渡来台湾的那些人。好，中国人，他们也就是认同台湾，所以才用脚投票到台湾来嘛。他们可以当台湾人吗？不可以。哦，你要么你要用正规的，哦，用申请说要移民来台湾，哦，就好像美国，你要移民到美国，你要经过他们的，哦，那个移民署，哦，经过合法的程序，哦，才可以嘛，哦。好，爱台湾的人。哇，爱台湾的人太多了。荷兰以前也爱台湾，郑成功他们那一票人也爱台湾，对不对？日本也非常爱台湾。OK， 现在中国那边哇，更多人爱台湾哈。现在来台湾玩的人很多哈，不是爱台湾的人就可以当台湾人哈。那个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都很爱台湾。OK。
住在台湾的人也可以当台湾人吗？也不可以。从我们台湾民政府所通过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讲，住在台湾不等于是台湾人，因为台湾人具有两种人嘛，我说过了，一个本土台湾人，其他都是外国人。好，1949年逃难来台湾的这些那一批人，包括他的下一代，都还是中国人，并不是台湾人啊。除非你依照正常的程序啊，依照我们台湾公民权利法案里面的正常程序啊，你可以重新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件啊。OK， 那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呢，这更不可能啊，那更不是了。你一定要拿这一张才算才是啊，而且本土台湾人有分类，有个 TW 啊，这个才是啊，有 TW 身份的人，就以后在台湾民政府才可以当公教人员，没有，如果不是这个身份的，就不可以哈。OK， 好，这是我们公民权利法案通过的时候的，因为以前印刷的可能都发完了，这次你们没有发哈，啊，应该都发完了。OK。这个网络上应该都有。好，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好，我爱台湾，我拿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好，拿这个不算。好，要拿这个才是可以，你才可以大声跟人说我是正港的台湾人。OK。好，这是我们申请表哈。好，其实我们还是日属美战之中的哈。好，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哈，我来检讨一下。OK， 有一个叫做政治台湾这边哈，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就是目前台湾关系法里面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它的上面的老板叫做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上面的老板叫做国务院，啊，这是美国的行政单位。OK， 上面最上面的老板是美国总统。好，那我们来看法理的台湾，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它上面是美国台湾军政府，老板还是美国国防部，总老板也是美国总统。这边讲法理的，是一板一眼，好，照国际法理来，好。那么这边政治你都知道，政治就朱高正讲的高明的骗术，好，这边可以说圆，也可以说扁的，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这边。都是一些外交语言，哦，都是讲一些模棱两可，哦 OK，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法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依照国际法理正确的来行事。哇，时间那么快，超过了，哦，时间超过啊，因为时间关系，那我就讲到这里，哦，好，谢谢各位，好，下课。各位好，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餐厅遐吼，点心会当过用。一楼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过去用。